么时候能有一个家，一间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房，可以放进我们。然后呢，好写好歌词的话，要让简单的文字能够高贵有张力，直击心灵。像起头的时候，咱们以前讲过什么赋比兴啊，什么递进的过程中有对比啊、排比啊，也有时候也要借鉴一些对仗的一些这个东西。然后有力量的东西，有时候它是有排比出来的，红色的、黄色的、蓝色的、无色的你啊，什么什么这个每一次手牵着手，像在守护着你，那到好几个手，它是不同的手。那这罗大佑的词中，你一听有排列、对比、对仗这些东西都很有张力，这些东西，它内容安排每个词儿都简单，但是搁一块儿就有力量，这个啊。然后呢，还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主张选择极致的、感性的、具象的事物。那会儿北京的那个乐评人就最推崇的叫半块橡皮啊，问你借半块橡皮，那个是。这半块就很新，橡皮它不值钱，半块最值钱啊！这个东西呢，它就，很感性的一些东西啊。然后呢，选择能够激起多数人共鸣的点，通达人性，就是好的歌词，它一定是在人性上抓人的，在人性上就大家呢都有那种共鸣感，都有那种经历。但是我为什么就说不出来？从你那说出来，为什么就这么舒服呢？就这种感觉啊，哎，那就人性了嘛，直击心灵。然后呢，节奏呢要把握，起承转合给设计好了啊，升华的方式给设计好了，这个就容易成功。然后还有一个写歌的时候要剔除败笔。我经常见到有好多那个好多人的这个歌词呢，大多数都还不错。甚至那个转的花彩也挺好，但总有那么一两句就特别别扭的。像任何文学题材的东西，它几乎它都自成一些语言潜规则的语言体系。你比如说写自由诗的话，哎，它字词它就那么组合，你换种方式以后，你说这不是这个诗。像歌的话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？你把这句给装到歌词里行不行呢？你愣装，它也可以装进去，但是它一定不会流行，它不会好听，它让人觉得你这太 low 了啊！今天你吃饭了吗？昨天我6点半睡觉啊！你要做民谣的话，你可以偶尔絮叨这么几句，但你后面得给它着不回来。你要不着不回来的话，就是包括唐诗宋词以后，你看他那个语言你也能看得懂啊，但是你换一种现代的说法扔进去几个词儿的话，立刻就把它毁了。你要把毁掉你的歌的那句，你给它找出来，或者几句给它找出来，然后给它改掉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为了一个两个不舒服的句子，可能要反复的雕琢，甚至要等几年，终于想起来那句，偶尔想起来，哦，那句可以改成，换一个那个就更好，哎，这个才给它推出来，都有可能。讲个小故事，我有一个朋友写歌写得也很好的，他写了一首歌是叫《婚礼》，然后呢就讲他。曾经有过点意思的一个姑娘要结婚了，邀请她去参加那个婚礼，然后呢，她就去了啊。然后第一句起头的时候，这个第一句起头挺，你要追求高的话挺重要的。她就想呢，我是什么季节去呢？最好是全年都可以。但是呢，我不想说的太具象，但是又想那个，挑一个时间，就是花开的时节吧，就某个花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他就选到底是什么花，桃花开了就把这事限制到3月份了，荷花就进入到6月份了。我不想是3月，也不想是6月，我想几个月都可以。然后他就是花开了，这花还不能太难看，然后但是这个味道还得足。然后他想了好多天都没想明白，后来他就给他的一个广州的一个同学，他在北京嘛，给广州的同学打个电话，说你帮我想一种花，那个花呢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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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花开了，你期待的日子也快了，穿上漂漂亮亮的礼服。告别孤孤单单的旅途，你终于觉得自己有点累了。这次感觉也许真的对了，找到一张温暖的床就睡了。然后呢，就讲他那个前女友的那个婚礼嘛。后来那个人也想了几个小时以后，后来给他打了长途打回来了。那会儿打长途电话还挺奢侈的呢，说这一年的花又开了。哎，那这一年，他就为了这一年这3个字，他绕了这么大的弯子。这就是对歌词的这一种态度，尤其是你其他的歌的其他的地方很精彩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
大多数人会觉得不好的地方、不精彩的地方，极个别就是往下降分、拉分的地方给它搞出来，搞出来以后呢，这歌就会非常非常，一直好作品就出来了啊。然后在翻译界有三境界，叫信、达、雅。信嘛就是对了，达嘛就是表达的很准确，雅嘛就出彩嘛。歌词也一样，作曲，歌词也有做对、做好、做出彩的情况。相当多的情况，词和曲之间的那个两个人是互相攻击的，你的词配不上我的曲。你的曲配不上我的词，他们可能不能当面说，但是他心里会这么想。跟别人第三者交流，那么说，这曲子把我的词给糟蹋了，或者是有这种感觉的。那后来呢，有人就急了，干脆我作词作曲我自己全来了就完了。作词呢，要给作曲留下一些飞白，留一些发挥的余地，然后呢，你要能自己也会做点曲，你要理解他的要求。有些词拿了以后，让作曲的非常难谱，这都怎么谱啊？最难的就是整律诗的那个，尤其是五言律诗，特别难搞。那么这个再讲讲歌词的一些要求，特殊的要求就是一般不采奇数行，奇数行你也可。说有些现代诗的作者，他可能某一行是三个字，下一行五个字，再下行十个字，再下行九个字，那我就把那三个字和五个字我捏成一句去唱。有时候他不行，上一般那五句的时候呢特别难唱，一般最顺溜的还是四句，六句也凑合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什么时候怎么去反复去？你给人允许人作曲的去发挥发挥，有时候有人拿着词来让我来谱曲的，或者让我改的，我说，让我谱曲的，我说可不可以改？不可以，不可以改，对不起，算了，我不做了。基本上这样，因为他确实他写的东西他不是非常对等的，尤其两个 A 段之间的节奏都差的太多的时候，那个没法往一个那个 A 段里头去装去。然后歌词呢要相对工整，尤其是 A1、A2 之间那个句子的结构要，基本的结构能对得上了啊，但是又不能过于工整。你整个词全都是七个字、七个字、七个字，也不如你稍微给我自由点，我好发挥一些。如果为了押，我用了一个特别蹩脚、特别别扭的词，怎么办？那就把这个以押韵，把押韵牺牲掉，以这个顺口出口彩为主。好歌词呢有三大要素，什么三大要素呢？第一个叫激情，第二个叫技术，第三个叫生活积淀啊，或者说是品味、格调等这些东西。激情呢是刺激你的动机，情歌属于年轻人的激情，这是有激情。但是我现在年龄过了谈恋爱的年龄了啊，但是我对打高尔夫球有激情，那你就写高尔夫球的歌。这个你有激情的时候，你可以写啊，动机，激情代表的动机，动机出彩。但是好多人的毛病是动机出彩，但是他手法生涩，技术不行，把握不住那好的这个题材。如果没有生活积淀，升华不起来，提不起那个层次感了。技术就是写的多少，写多了以后，就像拉琴拉，有时候经常说那个有那个老师招两个拉琴的徒弟。最后挑那个拉得不好的，为什么？他没拉油，他还有可以修改、可以雕琢的机会。你那个，你虽然拉得很溜，但是你已经坏习惯养成了，你练不出来了。写歌这个东西呢，有时候他这个技术呢做得太多了以后呢，他就入了俗套了以后呢，反而习惯性的就把它给写的就没有冲击力了，或者没有锐度了，这样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生活的积淀的积累呢，你把握人心嘛，更打动人性的话，你就必须得你的生活经历能跟你的听众的生活经历，就是从上往下的去共情，从下往上共情是很难的。低层次的人想去感动高层次的人，啊，想去让他们认同就很难。但是高层次的人，他去理解低层次的人写的，让他们感动就很容易一些啊。然后呢，于是这个三色图就出来了啊。这个有激情的话，就是一般的说呢，作品的灵魂在这儿呢，靠的年轻啊，靠的敏感呐、啊，靠的冲动啊，哎，出来东西。但是它往往的缺点是，如果没有技术和生活做积淀，它比较苍白。
一般和他又有激情又有技术，哎，就可以出点好歌了。如果他又有激情又有生活，但没技术，他也能出来点感人的东西，但是就觉得不完整或者不完美的东西。然后有生活有技术没激情就出烂口水，这个东西呢，一般来说就是叫做挣钱的歌。你让我写首歌吗？行，我一晚上就能给你写出6个来。然后呢，哪个都说得过去，二流偏上，一流达不到，超一流没戏。把激情加进来，就在这儿，这是最好的作品。一般来对年龄有要求，一般就是说30岁写情歌的话，30岁左右的年龄段里写的最好。那我们要想学写歌怎么办呢？想平衡的话，第一，先解决技术问题。多尝试，多做习作，多去写去，勇敢的写，别怕他写的难看，多写。写完了以后呢，这个不断的自己总结去弄去，先把技术解决了。年龄大了呢，生活积淀就自然就有了。看书多了呢，品味就富有，就气自华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看的东西多了呢，洞悉事物的本质的能力就出来了。缺乏激情怎么办呢？你就找你有激情那事儿来写。你非得写感情吗？你可以写别的事儿啊，对吧？你对你的小孙子啊，你对你的儿子啊，对你的这个亲人呢、啊，都不可能对老朋友啊，都可以有激情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去捕捉闪，你只要有了写歌词的意识，你就在生活中就捕捉各种闪光点。有可能是有些人看本书或者看个电影，突然有感觉了，找这个题材写出一首歌了，都有可能的啊。找到一个点了以后，向前去找起承的铺垫，向后去转那个和的那个收尾啊，这样的话一首歌就出来了。时间我看看放吧，放一首，这是我自己最容易感动自己的一首歌啊，这是没房子住的时候写的，这是现在我的家啊，北京的家啊，那个当年的没房子住的时候写的歌。时候能有一个家，一间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房，可以放进我们需要和喜爱的东西，还能放进我们所有未来的梦想。仰脸望着我的你，眼中含着泪光，脸上一副乖乖的动人的模样，把你搂在怀里，我轻声对你说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能实现这梦想。我们一起做的梦总是那么好，我们一起走的路还是那么长。我们总在困难中一年一年成长，我们总在失败后一次一次坚强。这是我在海南买的房子，小区。这是我我们们家。会有一个家，温暖又宽敞。不会再有一个房东总让你紧张，每天都有我爱的音乐轻轻在飘荡，每天都有你爱的鲜花淡淡的飘香。我们会有许多朋友经常来探访，我们会有一个孩子聪明又漂亮。我们会在春天的清晨打开一扇窗，耳边响着小鸟的歌，脸上洒满了阳光。我们一起做的梦总是那么好，我们一起走的路还是那么长，我们总在困难中一年一年成长。我们总在失败后一次一次坚强。这就是我们梦想的家。这个是在我那个唱片里头，我出版过。我们总在困难中一年一年成长。我们
总在失败后一次一次